WCSD 里面有个教授叫做 Dr. Seuss，你在美国应该常听到他的漫画，他是画那个插画，就是图画。那因为他在UCSD是一个教授，所以呢，现在UCSD博物馆，不是博物馆，就用他的名字，Dr. Seuss，一个博物馆，博物馆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正点。
got in here and gone out.